记得吃饭，我不会记得不带不吃个饮料啊，梦林中毒。你阿爸连续假期要转了吗？多忙啊！我滴出好等你哦。三哥从来闹连连，乡下堂哥来结缘。大家好，我是车少林，我是齐泽伟。今本日啊，要老大家分享的啊，就是客家三哥地图啊，母亲、老父亲的形象，客家三哥很娘的形容阿爸、老阿妹呢。其实啊，做一个母亲哦，啊，当一当什么 TV 呢？啊，除了一个小妹呢，真的无简单。除脱啦，要做一个好心球、好姑娘，还要做一个好妈妈啊。可能是客家人对家庭观念特别重，故说讲福卡地位度，太太细细、女女爱爱的事情，全部阿妹来负责。唔但像系下得厨房，还爱爽得堂堂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客家阿妹应该算是百变女王。欸、真嘅呢，十八般武艺呀，样样精通啦。故说啊，节目一开始啊，就得安排出来认真欣赏天赐嘅松赞母亲松本阿嘅阿妹啊，强养松本辛苦嘅妈妈，强下来谈歌嘅哦。飞呀燕啊，神鬼哟飞呐，草木落地呐，木料安神落。
小林子，家来欣赏下一次吼，正经写出阿妹对你这家庭的付出还有牺牲呢。哎呀，古说背面看懂，但是要就懊恼阿妹讲吼，天下最强就是嘿呀、阿妹真经懂味态吼。不过啊，我加形容阿妹是百变女王，安尼做得冇？当然啦、啊，哎，阿妹本来就冇简单呢。韩国这边有谈过四条四面嘅讲法冇？四条四面哦，加物界啊？哦，阿妹啊，从细只老阿就讲啊，吼，细妹呢一天要有四条四面嘅要求，韩国也四条四面啊，叫做好观念嘛，从细就做好哦。比方讲，阿妹搞爱牙。搞不阿妹的，阿妹的又搞不阿妹的，就按用一胎一胎传承下去，变到下家细妹呢传统的美德。跟物该四条，物该四米呀、啊。给先生的唐一书李先燕先生为你带来的四条四米，你就得嘞。头乌米，甜头甜米，枕头鲜米，假头高米，哦，一腔四头四米。嘿呀、啊，一假头高米啊，即阿妹讲啊，从小培养三年的好观念。哦，这个枕头鲜米出阿妹连三做三计上数。其实唔单枪系连三做三啦、头摆冇也按防片啦，你看像个假干的木姜腿的假样的太勤三，也三年的尿裙的摸的散裤，全部都去假做。超我都记得说两事啊，阿妹做三本阿爸做，还有做数派本来呢。你看，姑嫂唔但通做多少，还姑鬼斧卡人，哦，食多饱，食多好。鬼斧卡人按多重准，按多扣米创么？阿妹煮左头旺米，两头无限去擦嘞。姑嫂搭只阿妹啊，都有去加最强的拿素菜哦，像个物件吼，吉祥温土鸡，姜丝炒太长。
客家咸猪肉、客家臭吊菜的、客家咸菜鸭、客家凤肉、客家豆腐、客家小炒、客家板条、客家板盐，还有最好吃的客家泡菜肉片汤。流血难呢，不错啊！阿妹唔单想加湿一书包啊，迄磨汗体咧吼，还要甜度啊吼，去手搓啦、微皮啦，古手上有甜头提米嘅讲法。喊我做甜师，嘿呀、啊，古手阿爸头白接接用一束伞果来婀娜阿妹，婀娜姑娘嘅讲阿妹好，你想我好啊？系啊，跟注意糖哦，好。